还没经理，没你只是名气而已，才刚来对不对？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左外野方向，结果 fair ball 落在界内，要形成安打了。蔡明觉现在绕过三垒垒包，决定要来回本垒，这个球传过来没有机会了。哇，花花张政伟啊，敲出了一支左外野方向的二垒安打，这支二垒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，也让现在比数变成平手。兄弟相对五局上半也开张了，挤破鸭蛋1-1。范伟伦今天该不菜的是家了。量好球之后啦，就是没有一个决胜球能够出现，所以这个球其实位置是不差，并没有失头，但那个尾劲不够。张政伟今天好怕，哇，刚好就落在界内了，这是一个 fair ball。